29日凌晨，何炅、李维嘉、杜海涛发文为吴昕庆生，友情让人感动。也有不少网友发出疑问，为什么同为快乐家族一员的谢娜没送上祝福呢？此前一直流传着谢娜吴昕不和的传闻，如今谢娜没送生日祝福，再次引发争议。今天上午，谢娜晒出快本家族的合照为吴昕庆生，还自曝好多天以前就为吴昕庆生了。照片中五个人开心依偎在一起，感情十分要好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